平心而论，连续进入四次总决赛的库里，今年有没有机会拿到 FMVP？ 没有机会，一个冠军队伍还选择抱团，那也不能怪卢指导说了。即使我们夺不了冠，库里也休想的 FMVP。我如果是骑士教练也会这样，随便哪个阿猫阿狗的都无所谓，库里，不可能，防死他就行了。